那个手机用户右上哦左上角，说错了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角，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关注。我先给你们跳第一个舞蹈吧，喜欢主播那个什么关注的叫摸摸踹。下关注看舞蹈就来只有三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啊，太热了，我的天哪，现在跳舞真的太热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五行五秀 Happy Tea 的预约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左上角爱心，然后电脑用户右下角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时间呢，我带了三个舞蹈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可以选择一下，就是一二三，可以在公屏上扣出你们想看的舞蹈的数字。然后我现在要倒计时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带过来的舞蹈，一二三，
你们可以凭你们男人的直觉来选一下这三个舞蹈。对，没错，凭你们的直觉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倒计时了，三二二二一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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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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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恭喜。然后呢，那我们就跳第三个舞蹈吧。看来我发现这个手速都还是扣的挺快的，对吧？全是英文不懂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说让你们靠直觉吗？就是知道你们不懂，因为我也不懂。好了，然后呢，给你们跳第三个舞蹈吧。喜欢主播的关注我们再走一走，然后点星星，还有麦序上主播，我们一二三，右键点击关注就好了。Walking through the fire, please don't let me go. Take me to the river.Walking through the fire
好了，然后呢，喜欢主播我们再把关注点一点，然后小心心，有心的话可以帮忙送送心，然后有心的话可以送送鲜花。我们把五星午休嗨翻天的预约点一下关注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希望季娟也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那个手机用户左上角爱心，然后就可以点一次就好了。对，点一次就好了。然后呢，电脑用户呢，右下角直播室通知，我们勾一勾就好了。报告地址，我要为你坐牢。牢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，大兄弟儿，大兄弟儿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么想不开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舞蹈的时间，跳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所以说，喜欢主播再点点关注吧。Bye.